always do.全面科学配方就选海普诺凯1897，本节目又再见1897，还是会心动的1897冠名播出。胃不舒服别忍着，新三九胃肽养一下。本节目由新三九胃肽赞助播出。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，中国移动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《再见爱人》第二季，每周二中午12点，会员抢先看正片、尊享加更版、沉浸版等超多精彩内容。本节目由芒果 TV、咪咕视频联合播出。再见容易，再见很难。欢迎来到《再见爱人》第二季，我们是飞光环。全面科学配方就选海普诺凯1897，本节目由《再见1897》还是会心动的1897冠名播出。爱情百味，新三九胃肽养护到位，本节目由新三九胃肽赞助播出。我们这过了一周了，上一周的浓度其实也很大的，对吧？嗯。上周的话应该吃核桃，这周还有核桃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一期什么意思？上周没吃完了，要续上。我们看来这一期还是有更烧脑的东西。上一次的话，好像尾巴留了一个任务卡，你发菜的任务不是？哎，演上了，老爷自己做的坏事忘记了吗？好事好事，好事好事。那我们就开启今天的旅程，来吧，特别期待。小王叔，今天来售后服务，对，我来在你们这售后服务。你不睡了，让我睡不着了。不是苏林，我现在越来越迷惑了，真的。还在昨天那个情绪中。我现在真的对你越来越不理解了。现在就变成了我，你是个谜，我不懂，真不懂。嗯，玻璃屋碎了。我觉得今天整个一个过程，我都像在看待一个陌生人一样，看不明白他一样。我疯了，真的。挺心疼。对于他来讲，从建的第一步一定是帮你哭的，对，帮你工作怎么崩溃，就是我特别能理解。啊，这就是第一步，这但是太难受了。你跟他不一样的是，你都知道，就是道理你都明白，你知道你会经历些什么。他完全是德国，对罗罗来说是什么？残余。那是真的很难受。但是就是昨天，比如跟魏静的那个对话，我真觉得，比如杨哥就找到了来这趟的意义，要不然真的是要站。杨哥正处于一个你脆弱期，但是我懂你的意思，就是你想关心，我想陪他。但是你越想关心他，他越面对不了你眼中的他，因为。太脆弱啊！是的，有一度就往回走的时候，本来就碰到你了嘛。我说好饿，我去吃饭。其实我马上是想逃离那个场面的啊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了一下，我说我看他那个状态，要不要我们聊一聊？他说好，聊一下。然后在这边，他就整个人就不行了。但是我还挺庆幸的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在，我陪他一起，就是他在这边哭的不行，我就一直抓着他的手，然后蹲在他膝盖上。
就很心疼。嗯，就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过了，就是让他去这么快的一下击溃一个东西，你是不是可以慢慢来？嗯，你在他旁边，他是最有安全安全的，对，嗯。我们来到这儿好像就像是重新开始认识了对方一样。走吧走吧走。现在要选出新的一站的轮值导游。你们就他们俩呗，最后一站是大哥。好的 好吧。嗯。行了兄弟。哎呀沉重重的呀。但是我们还会尽我们的力量。我不会。还会尽我的力量去照顾大家。谢谢同学，宋宁今天不太一样，就感觉站起来。谢谢，我们努力吧，努力完成第二程的这个行程。我们今天应该是第八天，第八天对吧？我们今天去的是巴朗山观光攀岩，攀岩哦，攀岩，苏志英兴奋起来了。有攀岩，对，我们今天攀岩，爬山攀岩。好，哎，再见，我在酒店等你们。我撑不住，攀岩嘛，这个嘛，这个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我。他怕了，他跑了，他要。走嘞，上车啦。我们去下一站更美的山峰。递给你一个任务卡，明天的一个小游戏。任务卡，一，说出过往人生中Lisa为自己做过的某一件事情，并真挚地向他表示感谢。以你理解的方式，在对方面前做一天小孩，在任意时刻勇敢向对方索取一次表扬。找机会询问宋宁峰的委屈，向宋宁峰表达歉意。认真感受这一天，并找到一个让你感觉的美好的瞬间，向宋宁峰表达你此刻的感受。这个事情谁都不要说，就你咱们俩自己知道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姐，看你明天能完成什么样。好。Lisa 姐，嗯，你今天有没有觉得艾薇哥有点不一样的地方？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你看，都是有微妙的感觉，真的不一样。今天他很温柔的，而他在对不对？而他在那个门口等他。对啊，走吧。等一下。你会带羽绒啊？你会带多对鞋啊？有啊。你会带羽绒背心啊？羽绒背心着喺里边先暖噶。吃了早餐没啊？做啦，这些早餐我是拿给你们的。哇塞，好温柔。行得了吧，等你们吧，行啦。走啦。对啊。你看他开心。你看他开心。哎呦，Lisa 姐，你的快乐太简单了。喂，我跟你闪。简单就是快乐，你知道？嗯，你不怎么回家，你想的太多，知道？嗯，我觉得卢哥今天好像更信任我了，都感觉到变化了。你不会是一夜没睡吧？没睡好，看到脑子嗡嗡一晚上。没穿秋裤啊？穿了。哎，我可以，好，随手就扔，好厉害啊！这，来，这款员反应挺有意思啊，还挺小孩，我投降，我热了，别热呀，太多了，人还没拍完，真的是小孩。
你看他也在微笑。到了，到了。攀岩呢？对，没事儿，你不舒服就下来。舒服的就站到那儿。走。哇，好美呀！海普诺凯1897能量站，哇哦，集合啦！还有艾薇哥，薇哥有一个新名字叫大头宝。为什么？大头宝啊！叫啥来？大头宝，大头宝，法蒂呀，法蒂呀，法蒂，法蒂。今天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我们先补给一下吧。先吃点呗。1897为我们准备的，谢谢。我以为坐在这里吃哦，也好，来吧，请入座。打开1897能量罐，解锁新的能量值。对于今天的挑战，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，这都是一次自我的成长。祝愿你们突破自我，勾勒自己专属的人生轨迹。感谢1897的祝福，1897将以全面科学的配方守护宝宝们的六维成长力，也会持续的陪伴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。哦、oh. oh. ，我们干杯，准备出发，来干杯，干杯，加油，加油，宝宝们，加油。63岁才成长啊！哦，哇哦！哎呀，易立竞昨天对我们都做了什么？真的，威哥今天都变了一个人。易立竞一面镜啊，哦，一面镜。今天走上，看到威哥对我的温柔不一样。有吗？有，不一样，看出来。准备出发，走。出发，去 ，Let's go 吧。大头宝又落单了，又慢一拍，那么快。威哥，好，威哥，你的新外号叫树袋熊，我追得上的。大头宝，摆第一。大头宝，摆。我们一起喊来，一二三，带头宝摆地呀！能量泵，他是有经验的，带两包零食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小金。我叫扎西。你好。你好，教练好。这个是我们的泽朗伦布教练，这个是我们的欢欢教练。教练，欢欢教练你好。我们可以往左边看，然后我们的左边是岩石山。哇哦！我们会有一个向导给我们开辟路线，让我们达到我们的峰顶，然后最后再下来。哇塞，5000多！啊，我好怕呀！当我们去攀登的时候，很有可能落石，所以我们的第一时间是要佩戴我们的头盔。我的天哪！啊，这种山是难爬的。往上提，提到最高。哇 ，Lisa 的肚子能行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再把它收紧一点。啊，大不大，雷哥大。嗯，威哥还是很关心Lisa姐。应该可以的。啊，可以是吧？因为它里面是钢架，不太水泡，不极不适合，不适合，所以你带这个的。哦，你可不能一会儿完全撑在这个上面，把整个力量收力。要不要我们不做这个？唔系，不怕，佢冇箍到我呢个，冇所谓嘅。你睇住喎。嗯。即可以紧一点啦，再可以紧一点，嗯嗯，你够硬喎，嗯，系呢个都完全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嗯 ，OK， 好。哎呀，我有点高反，你们都没事吗？没事啊，谁高反了？婉婷，一会儿给你背罐氧气吧。咱们车上那暖，不是什么氧气瓶，还有吗？在后备箱里吧。OK。好，你两个就够了，谢谢。你有偏头疼吗？现在吗？嗯。耳仁疼吗？耳朵疼。耳朵里边。嗯。哎呦，有点喘是吗？嗯。对，有点不舒服哈。哇，你们都好厉害啊！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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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成功登顶！成功登顶 ！Go！ 一定按照我的脚印踩，好吗？这种碎石不太好走。
我们在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脚下的石头，有些石头比较松动，嗯，它会动的。啊，可能最难的是上面那一段。对，尽量少说话。啊，哇，很陡哎。哎，我坐会儿。这起来，起来，站住了。别坐，别坐。起来一下。坐了以后就很难站起来了。哦，哎，我觉得不行，哎，我好晕啊。晕吗？要不然你们俩上吧。不是，我们可以在最后面，你们先上吧，他有点晕。嗯，我们再休息一下。你们过吧。嗯，你们先过。尽量不要坐，因为坐下来你站起来的时候更难受。是的。哦。但高反真是每人不一样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怕我一会儿上去的容易，下不来了。哦，对，是下来是不容易。哎呦，哎，不着急，走走草的地方，嗯，那样比我们都好走。婉婷，可以吗？婉婷有点高反严重。婉婷，你现在是这样的，很难受是吧？哦，这个肯定难受。其实我真的不想上了，我就刚上两步，我觉得我不行。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什么身体素质，我真不行，我爬不了，我爬长城都累成那样，你想想，我觉得这事根本不可能。真的，典型的缺氧。对，就走这土这个草的地方。好，走这边。应该避免那种就是大步一下。对，避免一下猛蹬的那种，是吧？对对，没事吧？又坐下了。你这样踩在这上面，不行，他已经难以避免的要坐下了。好，我们站起来吧，坐一下就好了，不能坐太久。好，踩在这里，可以。好，对，我们在这里，这里好站，站，站。靠那个大石头，那么站着靠。站起来，不要坐。对。靠的这个看起来很舒服。靠的石头可以。我还有点恐高。哦。恐高啊。嗯。恐高就不要往下。那就别往下看了。对对对。就往天上看。我们俩第一次约会谈恋爱就是爬山。是啊。带他去爬山。爬哪个山？就我那个北京的长城。哦，长城啊。嗯。然后呢，他那个时候他状态。因为他玩了一晚上，嗯，他就睡俩小时，哦，状态也非常差，但是呢他仍然就一点一点巨难受，吞吞吞吞的也跟我吞上去了，他就靠着他的意志力。对对对，他的身体有点虚，但他意志力很坚强。嗯，我特别喜欢爬山。嗯，其实他昨天他答应我了，他说行，陪你爬山，其实今天就愿望就实现了。嗯，我记得也好。哎呀。哎呀，这种表达特别重要。嗯，老婆，我爱你。哇，你真的特别爱你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俩真是恨不得挂身上的。这糖来的猝不及防啊！这氧气一下上去了吧？给你一个小游戏，找到一个让你感觉的美好的瞬间，向宋宁峰表达你此刻的感受。哎呀妈呀！哎，咋了？别倒了，扶着点。对，啊，没有回应。这对他来说也难。我觉得那话当面说，我有点说不出口。试试。可以靠的石头，靠着我吧，靠着我吧。哦，哎，这也太难了。嗯，好温暖呢。你现在是不是在想，越往上爬一会儿越下，下山的时候越费劲，对吧？嗯。你别想那么多，你就一点一点往上蹭。没有拍不完的戏，没有爬不完的山。还蛮好的，我觉得你表现的。能，首先是能坚持，然后啊，状态也还好。对，他有股劲儿。张海晴是打不死小强。宋老师说他有股劲儿，那他没问题的。你别看他可能真的身体条件都不如你们，但是他有股劲儿。
宋老师也给了我一种力量，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必须克服那个艰难，你才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对对，上来，好，站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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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不要害怕。好，往前走一点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没事，扶着我。我们就快要登顶了。快了，走完一半了，有一半了。看你现在的呼吸喘的没有之前那么厉害，现在好多了。嗯，爱的无恙。大头宝今天特别的大头宝，你好了是吧？你好就开始嘚瑟是吗？你对这个山有敬畏心吗？你要这样的话，你一会儿还得来一轮，你信吗？你凶什么呀？我一直都保持，我就说了一句话。你就这种心态就不能有。他那话跟我平时说他挺像的，我觉得那种是他一种强制的方式，让我安静下来，好好爬山。他在用你平时对他说话的方式，对你的时候，你心里什么感觉？我其实感受到被爱，所以有的时候我用这种方式对他，他感受到另一层的时候，我挺困惑的。嗯。你现在不发火，完全是生理性的。别发火，发火容易高反，要控制啊。这个直接能这样嚼吗？可以。雪蝉有一点发甜。哎，给我吃一个。像吃那个干的无花果一样，晒干的无花果。你刚才上来的时候有没有路上有没有看到土拨鼠吗？没有啊。你看着了？我有一天看见了那个啊。哦对。啊。啊那个。还有一个那个尾巴很长的那个是什么？尾巴很长的，哦、那么长？尾巴很长的，要么就是那种果子狸，好像是果子狸。嗯，哇，啊，这现在的热水实在是太好喝了，怎么会这么好喝？不过就是热水。我们走。走。他们还是蛮轻松的，感觉。哎呀，这个视野真的太棒了。我喜欢这儿，是这样子的呀，就是有点冷，脸冷。我给你围一下，别动。来，哎呀，这样果然好多了，谢谢。哎，冷吗？没事，你有点粗。我来给你弄弄。他是这么过来的，对吧？不要急呀，慢慢来。好，可以。Lisa 姐，你好棒呀！太棒了。哦，Lisa 姐也遥遥领先。我感觉可以呀。OK。OK。好。微微行吗？你踩大嚿的石头，微微。艾薇也不容易啊。63岁了啊。微微头不要低得太低啊。因为我有居高症啊。啊，你有恐高症是吗？对。OK。不要往上面看，往前面看。对你老实，往上。你慢慢来。对哦，艾薇哥恐高。这个真的很吓人。哇，艾薇哥今天好勇敢呀。真的。给你爬那么高。哇，小心，那个松，小心，因为有些石头是松的。好可怕！这对威哥是个挑战。嗯。哎，稍等。OK。其实头先你踩嗰个位好残啲嘅，
加油哦！不要往上面看，往前面看。对，对你老是往下看就对，就越来越发抖。还请这个位。没想到 Lisa 姐第一名。对呀、啊，真是很意外、啊。系啦，实嘅，呢、这个实嘅，呢、这个你。我系松嘅咧。唔系松嘅，实嘅。喂喂，你踩实一步先到另外一步，一只脚踩上嚟先，慢慢来啊，喂喂，你行啦。我行上咗嚟，向呢，哇！你跟住踩实另外一只脚上嚟，另外一只脚踏前啦，系，跟呢个再前，好，完美，非常完美，完美，非常完美，哦，光两个完美不行，也知道非常完美，哦 ，OK， 厉害，OK， 好甜蜜啊，今天就。可以说是克服了那个惧高症，可能是几个原因。首先是我，当我一恐惧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想狗狗。哦。我会想着它，首先是少了一只手啦，只有三条腿那种，才自己勉强的去走路。然后是连生命都没有，狗狗给我很大的帮助去面对困难，也让我很多事情都会鼓起勇气去面对。沙西米就来唔到呢度啦，沙西米唔敢嚟添啊，蛇龟仔。哎，小心！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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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！啊、你给，你那膝盖拉开，膝盖拉开，我看。别动，走。可以吗？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是，我看到 Lisa 非常努力的去挽救这段婚姻。嗯。真的很尽了洪荒之力去希望挽回这段婚姻。哇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细步啲咧，唔使咁大步啊，扶稳先行啊。好感人啊。然后就是真的经历了一段黑暗的岁月，就是刚离婚那个阶段，是每一天都要用那个洪荒之力来面对每一天。好像我还没搬出来，好像还没分居的时候，我已经过得不好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说话。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有点疯了，是有一种无助的感觉。啊，第一次听到威哥这样表达。当一个人孤独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可能是内心也强大了。
find a way through. 哇，这个天空。乖。所以你看，年龄算什么呀？真的是，真的，真的是。婉婷，可以的，你绝对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啊，我好怕呀、啊！不用怕，我63岁都不怕。所有不开心的忘掉它。我站在高岗。正前途是一片波波的哈哈哈因为其实他真的畏惧都挺厉害的嘛，但是我感觉他都愿意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，我感觉很开心的。嗯，我以前都有一些时间会跟他讲，哎，我喜欢比较有危险的东西，但是我知道他比较畏惧嘛，所以我不强逼他做这个事情嘛。但是他今天，因为刚刚在我们在上下边的时候，他有跟我讲的，哎，其实我都很害怕的，我都想还是确定去爬上去还是不爬。所以最后他说，去吧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所以我感觉这个勇气，还有他要面对这个畏惧这个问题，都跟我一起去爬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来，送你一朵小花，衷心感谢你这次跟我一起来。好，非常谢谢。台球妈妈，啊，你的，送你的。我你来，这里。在险境的时候摘一朵花，非常感谢，这招真好用，学会了，可以了。这个肯定是我们分开之后我最开心的一天，这朵花肯定我。最开心的礼物肯定对他很感动很开心呢，然后是我感觉到接下来他好像有一点误解我啊，你原谅了我了是不是等于是你是答应了我不要离婚了，这样子我反而更担心，因为是任务卡说出 Lisa 为自己做过的某一件事情，并真挚地向他表示感谢，有点害怕。嗯。梦之网，让我们可以重新出发。我不想签的，但是也不想太伤他的心。我希望他不要太大的期望。期待越大，有可能失望更大。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现在担心 Lisa 当中的，你可不可以实现我的愿望？我们符合，那怎么办？我不敢确定，我到底这18天之后会有些什么改变。您至今有动摇过吗？其实在之前已经有动摇，但是到时候再说吧。有动摇过就还好啊，还是很好的。加油，已经到了。OK。啊。哎呀。成功的你，再见！呀，微微，成功了你。
心脏飞。耶耶，哇！厉害厉害，太棒了，太厉害了。没想到可以，没想到不行。一语双关啊，没什么大不了。耶耶耶！来我，耶！再来，耶！我也耶！王天，王天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没什么不行的，对吧？哎呀哎呀！成功的你，成功的你。婉婷儿，哎，你来。你看我堆的多结实，你想压朵小花在上面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好好看，你看多好看。为恩娜祈福，也为咱们全家人。陆明凤真是个好男人哦，真的是。他看到山上一叠一叠的打的那个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想打，我就知道他想在那儿给他妈妈打一个什么东西。他几次都让我回头看那个他，他说你看我搭得多漂亮，我把它搭得多坚固，我明白他想让我明白他想带给我们这个家的感受，然后也有对恩娜的祝福，然后也有对我婆婆的思念。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共同思念的人和一个共同爱着的人，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和不可替代的事儿。你们准备一下吧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走吧。哦，这下去看着还挺快的，那他们俩都下到那儿了。走就可以，很爽的。是，很舒服。是啊。走。待会看一下。哎，不要跳。哎，你们跳。哎，这个帅。你别嘚瑟。上海娃容易头晕，跳了。对哦。慢慢走。你小心那石头可松了。差不多了，微微 ，OK 了 ，OK。我觉得 Lisa 姐应该还挺厉害的。Lisa 姐一看有运动底子。哦。哎呀 ，Lisa 姐摔倒了。小心。没事吧？别动啊 ！OK， 好，一二三，哎，太快了，他。Lisa 姐，哎，慢慢，不急。嘴巴怎么了？缺氧了，应该是。我等他吧。小心哈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我没想到一个石头比较滑，这个我就摔了一跤。威哥，这我看着他，哇，当场死了。每一个人都哪个时候大家停下来的看着我了，很紧张的，看着每一个人都很关心我，我马上要站起来。嗯，好坚强。哎呀，尽力了，非常。好累，是很累。坐住了，没得了 ，Lisa， 坐下来慢慢走。知道了，等一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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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拉我的绳子起来吧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。加油！喂，加油！没问题，你再下一步踩在这里。好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非常棒，比威哥强。一直都是啊，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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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落嚟过呀！上山容易落山难啊！哎呀，哇，这个安全帽真系好紧要。你头先真系冚到啊？冇，即系话冇冚到，即系话有用啊，可以，我真系。饿了吗？饿，有肉吃。烤肠，烤串。有。太棒了，丽莎姐。真的太厉害了。哎呀。歇会儿吧，威哥，你太棒了。威哥，威哥克服了恐高。威哥可以哦。威哥挺。威哥，威哥真的。请问威哥现在什么心情？现在是没什么大不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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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啊，丽莎姐，去吃啊！早有准备，头发乱了。帅。啊，你也有啊？哟，这不情侣帽吗？嗯，还真是啊。你看一看这个发，刚才威哥送给我的，看，你得。不吃了，不气了，放弃了。咱一顿爬那么多花，咱俩也没说这个花。我们有块石头。哦，他们有块石头。又生气了？没有没有，他也让我帮忙带了一块石头。哦哦，峰哥跟我说的，下来的时候。这是你俩的定情石吧？没有，我俩在这儿，石头好啊，永远不变了。爱你一万年呢！哇，丽莎姐好浪漫啊！像不像树？嗯，漂亮。喜不喜欢？实用吧。送给你了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爱不爱我？哦，怎么回事？爱。吃饭，吃饭，吃。你们的幸福都来得这么突然吗？就一猛子一猛子的，非常直接。你们是抱秃拳吧？大哥，怎么？刚才卢哥对苏苏说我爱你，我没说啊。你怎么说的？要他说他问他你爱我吗？我没说。你怎么说的来着？你说爱不爱我？我不能问苏苏爱不爱我啊。你问 Lisa 姐。老公。嗯。爱你哦。好的就是好的。你好做作呀，真的。婉婷，你真的太做作了。能不能真诚点？我真诚了容易哭，好不容易。对，他要么就是这个极端，要么就是那个极端。没有一个正常的申请款款。哎呀妈，正常的申请款款真的很难想象。很难，苏老师可以。那这说人家是好演员呢，你是？他埋汰你吧。他说正常的申请款款其实挺难的。要不然说宋老师号是好演员的，你啥意思啊？没有，他今天来的路上埋汰我的方式非常高级。他说，哦，你跟卢哥都是小孩，然后但是方式不一样，毕竟卢哥的素养啊、教养啊各个方面，就是他，所以他比较克制。我说，哦，我听了一会儿，我说，哦，我就是我主要问题在教养和素养上面。苏苏挺敢说的呀，啊，挺敢说的，我就不敢这么说。那我教教你。话都在心里。现在可以直视对方了，真的啊。现在没有什么东西不敢呢、啊、你从山边都下来了。就是。真嘚瑟。我现在离婚我就敢。对啊，就是啦，婚都离了就什么都敢呢、啊。而且我还重新认识了一下新朋友。我们吃会儿，吃差不多就撤吧。好。Let's go.
哎，我觉得真的，我现在越看卢哥越是顺眼，哎，真的。你们俩是说什么了？然后他怎么着了呢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看他就这样，我就看他顺眼，真的，我越看他越顺眼。卢哥就是我们俩都小孩，就没像今天早上跟你说的嘛，就是年龄段不一样，他可能六岁，我十二岁，就这么个区别。然后现在我觉得这弟弟可以，他挺好，我感觉他真的对，挺好的，真的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你俩合适，苏苏，就你这蔫不出的也打不出屁来了。他能打出屁来啊？但你俩合适啊！我现在觉得他愿意为了你就是挤屁。没有，真没有。我今天感觉他一天都已经为了你，而且我觉得他性格变了，就这么几天，你不觉得开朗好多吗？对，真的。昨天晚上您看他不一样啊，你知道？昨天晚上，哎，我出来看到他们两个，哎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好像有一点改变，我看到。真的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就是结婚啊，或者说交朋友，看的就是底色，就是卢哥的底色特别好。对。哎，你这两天没有跟卢哥有那么一丝丝，就那么一丢丢，就那么一个小小的 moment， 有没有那种？哦呦 ，fire 有吗？啊。我觉得还没到那个，没到呢。你们想的，想。第三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们两个受伤的女人显摆爱的歌，就你的爱了，能不能？他真的很开心啊。他刚才说很难得，在山上边我看到一个紫色的花，要送给你。哦呦喂！他已经爬得怎么累了，还说要帮我送一个花给我。哎，所以这点我觉得我得跟 Lisa 姐学，其实她特容易就满足，而且真的幸福。你行吗？我其实也挺容易满足。嗯，我也挺容易满足的。其实你脖梗子那么硬，其实长干就是应该还满足了，你知道。我在山上，刚才我老公突然在一个石头上跟我说半天，我说老婆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嗯，突然跟我说了那么一句，然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。老婆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特别爱你。哎呦，哎，真好，这句特别美好。很充实的一天，饿了，有几饿。哦，来，都来椒盐。哇，这鱼！哎呀，今天太丰盛了，这晚餐。好害怕吃饭又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坐边吧，你去中间。这是我老公，那是大头宝。你坐吧。哼。哎呦，今天这么坐呀？你怕吗？不合适吧？我旁边你碰吗？不怕，那我不怕。咱们先来、辛苦了。谢谢今天两位道友安排我们这么好。今天大家辛苦了谢谢。说实话，今天把我换下来不当导游，我才明白导游是干嘛的。好了，开动。好。今天运动的。今天运动量比较大。哇，你够不够暖啊？羽绒嚟嘅喎，系咩？好水，系咩？嗯。哇，好像是什么？今天有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就是那个艾薇哥有了他的新名字，让我们来恭喜艾薇哥。啊，来，艾薇哥，你讲真心话，你是喜欢还是？真心话是没关系。有点勉强，很坚强，什么都可以。算了，别叫了，大头宝，别叫了，别叫我做 Lisa 就可以了，别叫了，大头宝。艾薇哥今天真的是突破了自我，我跟你讲，艾薇哥是恐高的。嗯，今天那个晕的情况好像没出现过，我试过。到那个澳门那个观光塔外面，廖石山楼，
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我们跟那个导游要听那个导游的指挥，我们在外面那个圈，你知道我跟他一起吗？喂，我说给你，我其实这样子的，是我拖着他走的，他怕吗？我说不怕不怕，我在我在我在。好了，这个指导员说拿起你的右腿、嗯、诶，我看见他为什么动都不动了。好了，人家再拿他的左腿，他一样是动都不动哦。当然他很怕、啊、所以我刚刚就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在印象中是对我们之间的强弱的势力是有一点误会，一直以为我是强他是弱，所以你们就觉得我欺负他怎么这样子。其实不是。啊，哼，其实一直是他欺负我。真的吗？你感觉我很强吗？啊？李三姐，有一个，你们以为我是强势，嗯，所以心里面就有一种这个先入为主，嗯，所以哎，你大男人主义。不是啊，我是小男人扮大男人，我相信。嗯，小男人扮大男人。看不出来哟。看不出来哟。我很赞同。丽萨姐。如果你刚才说的等于说每可能每一个女生都有同一个感觉吗？不是，我说他们误会，不是你当然知道我没有欺负你啊。对不对？有啊，有有啊，怎么没有啊？我不是一直欺负你那个吗？你肯定有欺负我了，哪里没有啊？哪里没有啊？哪里没有？那怎么讲？那我多喝两杯再说吧。但是你欺负我怎么也好，我都永远站在你旁边。哇，你看我今天爬着三杯我都看着他，嗯，我没放松一个手。还有这个教练还说我，你可以往前走，我不说不行啊，他还没想来，我不可能啊，我又看着他。那叫这样子说嘛、嗯、我也常常站在他旁边啊。对，你看丽萨姐捆那些带子什么的，我真的能从那个艾薇哥眼睛里看到特别的关，就是那都不是关心，担心啊、哦，就是一遍的问说这个绳子安全吗？会不会勒到肚子？然后又怕人家不清楚丽萨姐的情况，还要跟人家讲说她是腹水哦，这勒到会不会有危险？一遍一遍确认。对对对，丽萨姐，你在关注她，其实她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你。我看到，当然看到啊，全看在眼中。其实我戴着墨镜嘛，我头对着这里，其实眼睛望着这里的。他的网太可爱了。来，谢谢你，永远站在我旁边。真好。啊，真好，好好啊，心情好好啊，真不错不错，这已经好好好美好啊，好感动、哦、我都忘了他们在做任务了哈。假一真是真一假，这些也是他们真实情感在这个旅途中的表达。我觉得也是要感谢这个任务卡，让他们可能平常不敢做的事情，因为这个任务卡他们敢去做了，或者是不好意思做的事情，任务给他一个借口。对，真的是。其实我觉得给到他们三位布置的任务感觉是量身设计的，嗯，因为是他们特别需要的，比如说像卢哥完全就是别再绕了，就是回到他最纯粹的那个孩子那个状态，然后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需要可是又不好意思，对，或是对方很需要的。而且我觉得爬那个山真的就很多时候会有那种一语双关的感觉，就是会好的或者是你可以的关系中的山。对对，我觉得这个爬山的任务设定得很好，因为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永远是看着对方，嗯，但那个矛盾感就是你和我，嗯，但是在这个爬山的时候
他们突然有了我们。嗯，因为他们要一起去克服那个山。对，有一个共同要前进的方向。所以你比如说，有的时候夫妻俩在吵架，可是突然发现孩子有问题，夫妻两个立马就能够统一阵线去对付孩子。所以你知道吧，有敌人是增加内部团结的。所以就说，老板的意义就是让员工更团结。我整个里头印象最深刻的是 Lisa 姐在那个车上还要把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，对，就是她那种开心到骨子里的过程哦。就是你想看他们前面花这么大的时间，每一组的嘉宾他们彼此啊就是在分析问题啊，可其实很多时候就不是要讨论那个，不是每次都要去分析那根刺，对，其实就是去摘那一朵花。对啊，这个花好美啊。刚刚那个让我感受最深的啊，是宋宁峰在山上垒了一个小山，嗯，然后张婉婷读懂了他，他说那个山是他想让你知道，我们的感情是可以垒得很坚固的，然后那是对于女儿的祈福，对于妈妈的思念，我觉得那一刻是让我非常记忆犹新和感动，而且我们也会觉得很欣慰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嗯。然后你们有印象，就是他们说，宋宁用了平时婉婷的口气对他，然后他被反问说：“那你什么感觉？”当时他还没开口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他一定很开心，然后果然他就觉得自己被爱着。他是不是有受虐倾向？他就喜欢被壁咚的感觉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张婉婷，她觉得说出表达爱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，其实跟她去感受宋宁峰说那些爱是一样的逻辑体系，因为她不太相信这种深情的真实的表达爱是真的，所以他的习惯的语言叫做训斥跟要求，对，因为训斥跟要求在他的逻辑里头就等于爱。嗯，我觉得是他习惯的一个表达方式。是的，是的，习惯。我也在猜测，就是说他的从小的成长经历里，是不是很少得到这种正向的示爱的一个生活条件？嗯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好好说话，嗯，好好表达爱，嗯。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给自己几个步骤的发展，你千万不要强迫自己动不动就是我爱你。是的，比如说你可以第一步是告诉对方，我其实有些话我说不出口，但如果我拍拍你的肩膀，那就说明我其实觉得你很好的，然后你先做这一步，然后你后面再做，你会发现那个是你可以自己去有意识的去改变的。嗯，你这个很好哎。刚刚在看那个卢哥，他其实扮小孩他会，后面那个他就不太会了，就是要怎么样明确的提说出自己的，他能够讲叫做那你还爱不爱我，你说声我好就可以了，他是叫做爱不爱我，他会想要问你爱不爱我，对他而言这就叫表扬的方式啊，他认为他如果说爱的话，那个对他来说是个表扬。对对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很纯粹，这不是应该很难？就他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吗？然后卢哥给他说出石头，然后要索取表扬，爱不爱我，表扬是爱，对，他那时候想试图做任务的。对，就是你现在理解了以后，就会发觉这做的真的是很不习惯的，对，很生硬啊。就是比如说你送的这颗石头很好，这个表扬是对事的，但对很多人来讲，你表扬这个事儿不等于表扬我，你一定要表扬我这个人。那是他送他一个石头，他希望得到表扬，他可以说我棒不棒之类的。对，但是他问的是你爱不爱我，就是我会觉得有程度。对，但他对他来讲就是你是对我人的认可。所以卢哥还渴望苏苏的爱吗？对，所以你看卢哥他能够理解的表扬，也就难怪卢哥会常常觉得自己没有收到表扬，因为你的表扬的标准是到这个地步就好难了，很高。嗯，对，反正我就觉得他们特别适合当玩伴。嗯，对，一直都是这种感觉。是是。哎，我在这里头看到一个比较扫兴的瞬间啊，就是威哥，他又想多了。对，他一直想多了。哎，这个我很想聊两句威哥这件事儿。威哥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次这气氛啊，或者他做了某些事让大家觉得很上头的时候，嗯，他一定要干点什么让大家下头。对，我从某种角度可以理解，在那个年代的男人当中，你讲这种很温情的话是很矫情的。哦，用我们性别的话叫损伤男性气质。对，所以他不愿意去呈现这块软弱。哇，这个说法好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去谈两性发展，其实那个东西它同时是束缚男性和女性的，是，就男性也能从这里面解脱出来，解脱刻板印象，其实男性也是受益的，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本性，可以该暖的时候暖，该强的时候强。嗯，我在艾薇哥身上啊看到的不是这个，我看到的是他真的纠结啊，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就想好了要跟 Lisa 姐
要分开的。你是坚定的这么认为的？我坚定的这么认为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，他总动摇，然后他就否定他的动摇，还能不能有另外一种解释？你看，他老是担心 Lisa 姐误解。假设我真的想跟你分手，你误解又怎么样？你再向我表白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拒绝你好了。为什么我担心你误解？是因为你一旦再向我表白，我可能拒绝不了你。对，我有对自己不能坚定拒绝的担心，所以我时时刻刻要去切断那个。我是这么认为，我同意这个沈老师的观点，但是我觉得像他们走了一辈子的这个爱情和婚姻，拒绝是有代价的。对，拒绝很难。他也会有内心的谴责的。那我觉得可不可以往前再走一步，在沈老师上边说，他其实有可能还潜意识里在期待复合的是他，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说怕 Lisa 误会嘛，但是 Lisa 从来没有表达过这个事儿。期待复合的是艾薇吗？他一直在强调这个。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找出他们就是分开的一个关，就是说这个关键的原因，艾薇哥认为 Lisa 姐终于明白了，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呀，这是他来这趟旅程的目的啊。对呀，还好艾薇哥每一次的这些担心，他其实都没有在 Lisa 姐面前以及大家在的时候，只有在他一个人的时候。这个观察太棒了，我觉得。对，没错。我们来读一句啊。好的。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，艾薇哥已经啊，可能。好，我们俩读一局。可以。某种意义上，到今天为止，这个复合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艾薇手上。嗯。最后的复合一定是艾薇提出来的，因为怎么可能要面子？他怎么就不要面子？你我觉得他是要面子，但是我认为他现在跟 Lisa 好这件事情不失面子。不，他哪里失面子了？因为他提的离婚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已经跟所有人说了，我要跟你离婚，现在我要反悔。他很果断的，所以他不能露出一丝丝他的那些被攻击。犹疑，洪老师被攻击了，肯定被夹击了。不是，就是你想 Lisa 姐时时刻刻一直这么关心艾薇哥，如果艾薇哥想要复合，就跟宋林峰一样上去一个拥抱，对，就好了。但是他要让他误会，又要在一起，可能他内心有负担感。对，他就是不想让大家再去起这个哄，再去加这个油，不要让大家再去以为我还会跟他和好。对。是不是胡老师？我们演戏。反正我觉得他们31年的感情嘛，然后分开2年，他这个话已经落在那了。就算就是有任何复合念头，一定要就是非常的隆重，不然他的话就失信了。我特别同意，他是想要找一个非常好的台阶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个争到这种程度啊，其实就不是威哥的面子，是我们大家的面子。我跟你讲，什么面不面子？不重要，他们比较重要。好吧，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那个三对完成的这个任务指标，他们完成的进度怎么样？艾薇完成了，表达感谢。对，嗯。然后拔了花。啊，对对对，还多出来了是吧？感谢了2次，好像是。对，举杯啊，感谢。对对 对, 对。他已经顺着那个快成惯性了。以后开始。一直的示爱，我的妈呀！到时候 Lisa 会说哟，他是不是误会我什么？我只是接到花很高兴，并没有想要怎样。你不要给我们洗脑。还记得刚才那个赌局呢？那婉婷呢？就是说自己无法当面说出口的话，她还没有做到有一部分。我觉得这不算完成，不算完成。我刚刚都有一种觉得，是不是宋宁峰拿了任务？对，啊，是的，他一路一直在表达，漏题了，宋宁峰看到了，是不是搞错了？那卢哥是没有？其实我觉得卢哥是完成了一小半的，因为扮演小孩子那个，扮小孩做到了。卢哥其实是有意愿完成的，嗯，是。他们刚拿到任务卡的时候，感觉好像觉得特别容易，就这么点事儿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哎，没那么容易。那我们继续看一下。来吧，非常好奇，继续看。